谁在这玩游戏啊？在哪找的啤酒屋也难不住好游客。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文哥打魂斗罗。玩游戏玩的费劲吗？折了。你要玩不玩游戏？哎呀妈呀！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没桌了。不是八道了，去。龙上来。龙哥，快来！兄弟们，又到了吃肉的季节了啊！哎，咋地咋地吧？你别打我，打我玩游戏去。吃饭了，那俩人。这可能是青岛。有人类文明记载以来第一家电竞啤酒屋，不是混斗罗，我们电竞了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这就叫电竞，对不对？这个肉好吧？好，真不错。这是什么味啊？不但肉好，这个酱可很重要，酱好吃，肉也是有味道吃。涮火锅主要的50%都在这。这就是你涮火锅就得这么吃。放酱不好，一酱不好，放什么辣椒酱出来的味？羊肉能生。上当地就只有我吃的涮羊肉。就是他们从抚顺路自己卷的羊排，只要你自己去卷了，你不用管他们那些饼是天上又是这个又那个的，就行，对吧？哎，你好，这个又低筋了吧？肉好，菜好，老板娘好。哎呀妈呀！厨师好，啊，厨师好，对对对，厨师长帅啊，对，兄弟，来。来，兄弟们，来来来，好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回去，美颜给我拉给我拉进去，嗯，牙缝拍清楚啊。英哥，哎呦，问哥，这里是青岛，青岛王哥，好嘞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慢点哈。我操，你看没，他们别人说打鼻子了，他们全撤了。上游先吃游，刚才他妈的上游的时候我在那边游戏，他们是属于钓狐狸山。你干什么事？专一，得专一。教育孩子的时候说要专一，现在要说的话，领导抓重点。我人家谁上啤酒屋吃涮火锅，他压根就没想到啤酒屋有涮火锅，肉还有一碗，但没有酱了。有点像这个名上了厕所了忘带手指一样，就那种干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在他妈晾着，我要不退进来，我他妈我留给人家吃。八K排骨肠哈，这个菜是必须来弄的啊。